精致双人房，洗手台在这边，它歪侧，它不对称型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是传说中洗手必看的镜子，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空间其实比我想象中还要大。那房间内附的这个咖啡，这是西雅图的，然后天然的这种立体茶包，这种立体茶包不是三角形，是那种长方形的茶包，还有附刮胡刀，然后这个是这个牌子的香皂、棉花棒，还有看一下这是什么浴帽，那里面梳子是长的，这种长的梳子。还有牙刷啊，店里还有附了是飞利浦的吹风机。那脚下里是有一个冰箱，应该是开的吧？我那附两罐饮料，不是应该是付费的。再来是空间的摆设配置，那大家也很喜欢，就是有最惊吓的荡秋千。但我觉得我比较想要的是一个可以摇的木马。那我们这边住的精致双人房是位于梨花街的门的位置，其实是比较好位，那个可以直接看街景，下面有车子的经过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特别。那花园旅店的话，其实它有三层楼，给我在这边。另外的 USB 的插座这边也有，那还有万用的这个万国插座，那这边很多的灯，然后还要按，哎呦，颜色不一样，所以可以按一下。然后再来是电话，那电那个房间内的 WiFi 哦，它是没有密码，可以直接使用。再来是。King size的双人床，来给大家看一下是美丽的一幅画。那这里空间非常的大，跟照片看起来完全不一样。早餐呢，用餐地点是位于楼下一楼的花园用餐区，就是跟大家喝咖啡吃下午茶的位置相同。厕所是传说中的免治马桶。其实我不太会用免治马桶的。那我们来开箱一下。那另外一边的话，它有这个可爱的浴缸，可以挤他们两个。但如果你要挤三个，应该没问题。那它刚刚前面有附了一些沐浴的用品，那里面也有像洗发精、马鞭草沐浴乳跟马鞭草洗发精。颜色不一样，但我是随便洗的。那这边的话，它有恒温合适的温度，所以你洗完澡了之后，你不会觉得外面的温差很大，其实个人觉得还蛮舒服的。那这边的温度可以调整，整体来说其实还蛮不错的。太可以了，太困难了，就太顺了。